红色的墙体上挂满中国电影的发展史，还有那些为电影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革命先驱，整体艺术气息浓郁。这是道具馆，里面陈列了各种题材的道具，完美复刻了那个时代的场景。逛完一圈后，深刻体会到电影发展到如今的不易。这不是一个景点，它其实是个茶室，离我们酒店很近。起初来这里也不是为了喝茶，是为了它旁边的景家素食。但进来后感觉内心平静，毫无杂念。现代简约与日式禅风混搭的装修风格，古朴典雅，净化心灵。虽然没有明确说明，但处处皆禅意。每天吃过晚饭，我都会来胜利公园走一走，随处可见的广场舞、休闲风、民族风，还有这种现代风，到处洋溢着幸福和欢快，跟着跳一跳，人也开心了。胜利公园夜晚的桥也很美，灯火璀璨的。在这里还看到了老式爆米花，童年的回忆立刻涌上心头。下面聊一聊，这些天我都吃了什么？长春之行真的吃了很多次素食。欢迎回家，好，谢谢。一进门，这句欢迎回家，倍感亲切，仿佛真的回了家。这是一家有信仰的店，员工之间也会互相感谢，温馨融洽。姐姐正在煮我的粉丝，在这家店吃了菌菇坚果拌粉，这个炸豆腐是真的香。这个是奶油坚果汤，很浓郁。话说当地特色的海鲜店，怎么能不来呢？发现了一位帅哥，他家海鲜现捞现做，新鲜美味，特色菜小海丁一定要吃。在长春，如果想体验小吃一条街，那指定要来桂林路了，各种特色小吃应有尽有。这个是长春特有的食品，鳕鱼豆沙，属于蛋白、淀粉、面粉制成品，口感个人感觉不咋样。这个段落恩的炒粉看起来太有感觉了，色泽诱人，加上各种小料拌一拌，香迷糊了，记得来吃啊。长春的羊头也是不能错过的美食，虽然看起来很吓人，但是卤得很软糯，手轻轻一掰就散开了。长春很多地方都有羊头，有些大排档也有，我吃的这家叫黑土地大排档，辣椒和麻椒油锅炸热，淋在羊头上，十里飘香。下面是长春的工作 part。 长春的20多天就为了这个东北亚大会，全称叫2023东北亚数字经济发展大会，志愿者妹妹王盟主，可爱的李总，我们的总理发型凌乱，画风逐渐暴躁，认真工作的二人组，一遍又一遍的彩排中，反复的测试注签，任何一个小问题都不放过。现在的严谨只为现场呈现更加完美。为了这一盛会，之前的20天加班已成为常态，但是战友们无一人抱怨，还在做最后确认的段走，等待接待嘉宾的庆歌，大家都在做最后的准备。呜呼，我发现了性格稳定、帅气、人又 nice 的景导，
总控的同事也都准备就绪。这鲜活的生命力啊，朝气蓬勃的，终于开幕了。现场嘉宾座无缺席，相关领导、行业专家学者、企业家代表、产学研各界汇聚在一起，共同探讨数字时代的趋势与机遇。大会就这样圆满结束了。长春，我们下届东北亚博览会再见。